我终于出国了。你刚有抓到吗？没有，我终于出国。有卖吗？我要出国就这么爽好不好？暌违了三年，我终于出国了。而且我还是第一次来这个国家，那就是泰国。来泰国一定要体验什么事情？那就是泰国浴。给我一点空间。其实我也是很期待泰国浴，因为听说泰国浴就是男人的天堂。相信在看这支影片的你们都一定有看过九妹拍的那个什么日本泡泡浴大对决，我看了半个小时什么东西都没看到，太逊了吧。所以在我今天的影片里面呢，我跟你保证一定会有点东西，所以看下去就对了。好，那我们要出发咯。那你要怎么样跟他讲？你是说泰文的部分吗？对啊，开 Lit Match 找寻可以教我泰文的人。里面有人会讲泰文吗？萨瓦迪卡，空坤卡，红浪是厕所，掏来是多少钱？掏来多少钱？掏出来。好，掏出来，掏来。对。手机内建不是有个翻译机吗？我就想来这边聊天嘛。好，对不起，没错。很舒服，好像是那个 Save Save My Ma 是吗？还好。Save Save My Ma 是很舒服。好，谢谢谢谢。派对语音急速匹配，在 Lit Match 遇见新朋友就这么简单。看到了吧？我已经学会了，不要跟我废话那么多了。我现在就要去骑泰国浴，走。哎，我就问你，我要付多少钱？反正结束之后小费基本200，进到门里面之前会有服务生给你点小姐要喝的跟你要喝的，嗯，然后就要帮他付钱，然后服务生送来之后，然后再给他小费，24、46之类的，都好。来，中午还女生可以进去吗？可以，可以。可以啊，几个人在那里？四或五个，还不确定。谁选？谁选？有人选吗 ？L 3700。他讲究文而已，讲究文的好。不喜欢。不喜欢吗？对。OK。我觉得第一个还不错。哎，再看一次价钱，4700。第一个，吃饭，这是假的，真的。68他说68怎样？68号介绍。你的年纪都偏大，好像有一点。不喜欢就不要硬要，就好，那就不要。你想换家、喔？他没有喜欢的。好，那算了，换一家。我也没有。不要。哇。Nice to meet you。可以可以。啊！不行不行不行，这样还是老的辣，他们太老了。不，太辣了。我们换了一家，这家感觉掉了，这家是整栋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如果再有问题的话，我就闭着眼睛继续洗，反正我一定要洗到啦！干，走了走了走了，走吧走吧。感觉好像差很多，跟上来的。坐了，肯定坐了。来坐一下，看看牌子银色的，看小姐牌子银色。个性比较好，一个小时哦，好好好，也行啊，他们这么喜欢你，哇，蹦蹦很受欢迎，我可以自己看吗？可以，很漂亮，嗯，你看一下旁边那个，哦，那个是自己的，是这个对不对？好好的正面看他，很白哦，对，我想那个真的很帅。哦、不是不是不是胸部的胸，我是说很凶的胸。他说我要真胸假胸。好的，你的要要要来。当人家当人，可以的。我还没。100加100，带来。年纪小的他不会服务女生的，功夫不好一点点。好的，这个功夫好，保证给你28来。走。
我现在进来里面了，有点紧张，要开始洗澡。这气垫床哎、欸，听说我躺在上面很舒服。我先了 ，Me me take off， yeah， right now， yeah， oh my god， 好， oh my god， yeah， 好害羞。洗泡洗完，我就可以去那张气垫床。对，我现在就是这样躺在这里。这个浴缸好大、哦，一直要掉下去。好。You must do like this. OK， 趴着。Yeah. Like this. What's up？ 哇，好滑哦 ！Oh my god！ Oh my god！ 哇，这样子。然后呢？哇，他在我身上打泡。他在洗我的背，好滑哦！他在洗我的屁股、大腿、手。Bubble massage。泡泡马杀鸡。哇哦！他的手划过我屁股缝，傻眼。Oh my god！ 好痒哦，好痒！要怎么说？等一下哦。好痒。加个鸡。加个鸡。Yeah。那痛呢？接接。嗯、那 ten mark 是什么？ D mark。D mark。对，很好很好。哦。Sad week sub say spy。spy spy。spy 的意思舒服嘛 ？Yeah， 对。spy 舒服。Yes。我学什么台文，结果他会讲中文，笑死。现在在用他的屁股洗我的大腿。Oh yeah。啊，这是什么？为什么师傅会发出哦耶的声音？哦，这个是他的膝盖，嗯，很滑。Oh my god! Oh my god! 我操，这是什么？ Oh my, 下面在帮我按摩吗？对。哎呦，我好紧张哦！他用他的下面在帮我按摩。Come on, 宝贝。Oh my god！ 他在洗我的下面。哇，好滑哦！很滑。嗯，哦，拔出来了，哇，哇，这是什么状态？耶、yeah. ！喜欢吗？喜欢， yeah. 好屌哦！你看他的脚，哈、yeah. 他太害羞了吧 ？Yes. Oh my god！ 是用他的胸部在帮我按摩。对，胸部按摩。哇，他按到，他弄得我很像放屁一样。OK， 翻过来了。什么？你翻过来了、哦？哇，好滑，好滑！哇啊啊啊！啊！对 ，OK。啊！哇，好好好，对，好好好。啊！等一下，等一下，好好好 ，OK。好，我现在躺着。哇操，这个太害羞。他就说，哈哈哈哈，他在洗我的胸部。胸部。哈哈哈哈，好痒哦。No。好痒怎么讲？这个鸡。这个鸡。Yeah。Oh, very beautiful。哈哈哈哈。他说我的下面很漂亮。哈哈哈哈。BB 按摩。BB。他说他用他的妹妹在帮我按摩，叫做 BB 按摩。你 BB 我 BB 我设计。哇！喂！你看他的脚。这个没有 my feet， OK。OK。Oh my god！ 他在挑逗我 ！Oh my god！ 啊，你不喜欢了？我喜欢，喜欢。OK，Nice，、okay. very good。你看他的脚，哇，皮肤超好的。嗯 ，OK。OK。Up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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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Oh my god！ 他用胸部在帮我洗胸部。哇
哇，我也好。Come on, baby. Good. Yeah. You like this? OK, 我又回到浴缸里了。那你常常女生洗？对。很常遇到。对。明天你再来啊。好啊，明天再来。你洗完了没？再来。这也洗太干净了吧？对。他用手指伸进去洗我。Oh my god! It's okay. Okay. Don't be shy. Okay, baby, you stand up.洗好了，然后躺在这里。Yes. Okay. Safe. Do for you. You want? 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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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you. 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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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p.、Yeah. You use what? Wire. 他说要用这个，然后 do your finger. Yeah. 然后用他的手指。Yeah. 帮我进行手指运动。Yeah. 没关系，不用。Okay. 还有其他的吗 ？Another. Massage. Okay. Massage. Yeah, yeah. 马杀鸡。我还会用这个。身体乳帮你按摩，我现在就来体验看看他马杀鸡的功力怎么样。来了来了，他开始按我了。哦，有，他的用力哦。嗯，这60分钟里面，洗完澡之后剩下的时间就是看你要干嘛，然后他们可以提供的服务有性方面的，或者是可以聊天、下棋、打电动啊，还是帮你按摩啊，都可以。你可以就把这60分钟尽量用完这样。啊，还有20分钟，但我朋友出去了。对，好快哦。Yeah， 男这个有一个不一样。为什么？男孩男这个快快的。快快结束。嗯 ，very very fast， 因为那个 no slowly because you no safe。哦，所以时间比较久。你等一下还要继续上班吗 ？Yeah， 多一点。哦，所以还可以再一个客人。Yeah。Okay， I know。OK， 洗完了，辛苦你了。好玩啦，好玩啦。这是今天服务的小姐姐，超辣。Sexy。哇，洗完了。满面春风的两个人，藏不住笑容。这初体验啊，我觉得这真的还蛮厉害。那你的是怎样？流程我觉得应该都是一样吧，就是先洗澡，然后。在那个床垫上滑来滑去，对对对对 对, 对，按摩，然后，我整体的感受是蛮好的，但是这样洗一次澡要花快3000块，我自己觉得有点贵，但是买个体验我觉得不错。阿信会贵吗？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啊。为什么你要多付钱呢、啊？靠腰，反正60分钟以内你能几次就几次。但他一次的时候，他一直说我好累，但我就不理他，我也不管他几次了，他直到他跟我说时间到了，我说哦好。在床垫上的时候也特别舒服，他用屁股在洗，对，他用屁股在摸，对对，他屁股洗的时候真的很舒服，很暖。为什么你们讲这些内容阿信都没有？因为阿信进去之后就不知道在干嘛了，他就急着要，而且他超急的，那时候我就跟他拿东西的时候，一打开门已经都裸体了。我真的觉得你光听旁边的人就叙述那些内容都不如自己亲自去体验的好。然后还有假如你今天是女生，那我真的觉得你更要去体验，你去体验之后你才知道你男朋友都在干什么。对，自己体验才会懂。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创新，去尝试体验一些事物，也会更开眼界，会对更多东西有想法。我不是只说一定是泰国语，亲自去体验跟尝试之后，你才会知道你喜不喜欢。像我其实没有很喜欢泰国语，我体验完之后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不后悔有体验过。但是我再体验一次我应该不会。3000块可以买奎丁的会员，懂了吗？喜欢我影片记得帮我分享订阅按赞，这是我的 IG 脸书，下次见，拜拜拜拜。11点多，他们都关了。我在曼谷洗不到，我洗不到泰国浴。宝宝，我还一起哭，我在这边。我怎么办？太难了，太难了。